家咖喱牛肉7块钱、嗯，肉已经超过7块了。道路千万条，本地调。大家好，我是大头，我是马思蕊啊。今天回到我的母校北京大学，然后测一测我现在的学弟学妹们的英语水平怎么样。那会儿，一看就不是北大的。你看看这个，都是我们的这个老校园呀、啊。这就是我们当年图书馆，在北大这块不骑个共享单车真不行。你别忘了，最开始共享单车是哪个地方发展出来的？我给学弟还交了199的赞助费，至今没有取出来。拍毕业照的学妹啊，这就是北大未名湖啊，北大最 famous 的景观叫什么塔来着？雷峰塔。对，这叫什么塔来着？那个啥，刚说完吗？说完我忘了。伯牙塔。伯牙塔。其实伯牙塔就是以前北大的一个水塔。What's up, guy? Do you speak English? 哎，母亲讲英，你是讲啥？我母亲讲啥？是二十双空啊，没有时间的吗 ？Pardon， 听不懂的时候就说 Pardon。啊，今天我高中同学带我们来吃这个叫郑格如什么这个楼的餐厅。新家园食堂。新家园食堂，你看看人家这食堂跟个饭馆似的，这些老爷爷们没准都是大佬啊。在北大吃饭最大的问题就是座位，咱们这边就是100块钱大概能吃多少东西？大概吃10个菜。10个菜，就是10份菜，就是大概一份菜一份饭这样。就是今天你帮我们点大概100块钱的。100块钱？对。好，咱今儿吃盲盒。就是你看着安排，别让我们撑死就行。那肯定会撑死啊。这边这个香锅是大概多少钱一斤？香锅有点贵，两个人吃大概30块钱。来张小鸡腿，来小油条，然后土豆片。这边是荤素分开。说香锅还是麻辣烫？要不要辣？香锅吧，然后微辣。好，44。还有别的比较好吃的吗？红烩牛腩，7块钱一份。我的天呀，这是北京的餐标。香辣鸡腿7块，就是要一个原味的肠粉。你看这个蒸鸡一看就很地道。酱油，梅菜扣肉汤，哇，杏鲍菇滑鸡饭，哇，这看着相当可以。看喝点两个水吧，拿两个醪糟汤圆。一样很精确吗？我说敲一两块，敲一点也没事。咱们东西拿齐了，100块钱在北大普通的食堂可以吃到4份盖饭，一份肠粉，一份40元餐标的麻辣香锅配2份米饭，再加上这个小甜品，还有饮料啊，大家觉得值不值？开始。天，100块钱居然点了这么多，我都觉得不一定能干完呀！我的天，我们今天就试试啊，吃完咱们就打包了。先吃个餐前肠粉垫垫肚子吧，5.5啊，这跟我们家价钱一样。从来没有见过这么便宜的肠粉，尝一口。这酱油是偏甜的。作为一个广西人，你觉得地道吗？没有肉里面，纯素啊，这是原味肠粉。但5.5，在北京你怎么着都吃不到肠粉。我还是挺爱吃的，口感特别弹，12块钱的滑鸡饭，还有我这个梅菜扣肉也是12块钱，真的味道不错，扣肉真的蒸得很入味，感觉这一盘啊，蘑菇就一小点，全是肉，还得烤北大，咱再尝一个7块钱组合，7块钱的咖喱牛肉，7块钱的温饱鸡丁，关键是呢，人家咖喱牛肉7块钱，肉已经超过7块了。那肉是牛腩肉，炖得很有嚼劲。尝一口，这个盖饭吃真的非常下饭啊！这个汁儿挺好的。这宫保鸡丁里面有土豆，酱爆鸡丁和宫保鸡丁合体，但是还挺好吃的。宫酱鸡丁，咱再尝尝这个香锅啊，40多块钱的麻辣香锅，你看这全是肉，我这次加的全是肉。这个在外头卖，不得一两百块钱 啊？然后这个米饭5毛，4舍5不要钱的米饭，平滑鸡片好像那是，太绝了。来北大必须吃呀，涮口培根，好吃好吃，可以，小小油条，碳水就碳水，快乐每一天，啊，小吃根儿，这个鸡翅根大到什么程度？大到大头都没有办法一口给干掉，非常好吃，来个豆腐，蘸酱。又厚又大的午餐肉，我非常快乐，在这块炫这个，来点那个醪糟汤圆，黏黏糊糊的，3块钱真的，哇，相当可以了。哎，你说这个醪糟汤圆算碳水吗？怎么能算碳水呢？是吧？
接下来咱们正式开选，小范直接就盖里头了啊。就每年呢，大家高考完了，因为有一个很困难的地方，就是不知道怎么填志愿，对吧？那我的建议呢，就是第一志愿一定要填北大。我年轻的时候可就填的是北大，然后就提前批被别的学校录取了。你们当时高三上晚自习吗？上啊，高考哪儿不上晚自习啊？北京也上晚自习。北京怎么就不上晚自习啊？我说你们很轻松嘛，素质教育嘛。他是那个400分就能上北大是吧？你像我们能上北大的，真的一个区重点，比如我高中的区重点，真正能考上北大的也就两三个。所以不要听信谣言了，是吧？400多真上不了北大，那至少北京那得奔着700去吧。哦，这香锅里还有藕盒啊，藕盒里夹着肉。接下来还有一份快餐啊，你交换炫一下。宫保鸡丁要搅拌着吃才够香。哎，你们当时北京一年能填多少个志愿？我们是填3个志愿，但是那种可能稍微占点优势，是出完分之后，就是出完分之前填志愿。然后这样的话还有点随机性，怎么说呢？就是你可能考得不好，但是你这个位置报的人少了，哎，你就进去了。就我记得我当时是出分之后填志愿，然后我们当时广西是一个人可以填4个，4个志愿啊，好像每一个省份填志愿的个数跟那个方式都不太一样。这宫保鸡丁饭吃到后面全黏糊了，都是卡路里。哦，他爱这3块钱的这个丸子，叫什么什么圆子汤，醪糟汤圆，还是大头快，我马上阵亡啊！等你一会儿，人家食堂全是拿着电脑，真就在那块写论文。就我们是认真干饭了，是吧？你这意思。我这也炫完了啊！我都已经开始吃香锅了。哇，这香锅里面肉是真的多呀！嗯，怎么说呢？基本上是算是炫完了吧，是。真的是有点撑了。别的咱就不多说了，欢迎报考北京大学。北京大学虽然不是我们的母校，但希望是各位的母校啊。就是其他学校呢，如果还有同学，可以邀请我们去吃的，可以评论区留言或者是私信我们啊，绝对不白嫖啊。嗯，好的，咱们继续消费，100块5毛。